高傲的王子为了弥补和悟空之间的差距，居然甘心受巴比迪控制，而这也直接导致魔人布欧的能量迅速充满。所有人都没想到赛亚二少之间的互殴居然这么有效果，悟饭立马想到两人一定是已经变成超级赛亚人二才有这样的效果。界王神一脸懊恼，只怪自己没想到队友这么牛逼，不然直接把对面团灭就好了。正面战场这边，贝吉塔对着悟空打出两发气弹，但都被悟空轻松化解。借着烟雾掩护，贝吉塔从后方杀出，直接将悟空打懵，然后就死死锁住悟空，抱着悟空用上一招表莲华从天而降。悟空艰难站起，但贝吉塔的攻势还在继续，对着悟空连续打出两个气功波，然后就冲上去，但悟空已经不见踪影。在王子震惊的眼神中，悟空逼格满满站在旁边，然后悟空就用一套连招将贝吉塔打飞出去，再甩出两发气弹，扬起滚滚云烟。贝吉塔坐回烟中，恶鬼打出一发气弹，悟空也冲进烟里跟贝吉塔贴身短打。悟空率先拉开距离，贝吉塔紧跟而上，两人就这样不断拉扯，接着又打起了远程战。悟空发波消除了贝吉塔的气弹，然后两人又冲上去扭打在一起，每一次出手都伴随着巨大的冲击波。贝吉塔穿过湖水，突然来到悟空上方，朝悟空打出一发超强气弹，悟空抵挡不住，被气弹打进水里，掀起滔天巨浪，然后发生剧烈的爆炸，整个湖都被蒸发了。然而刚才的攻击却被悟空给躲过了，贝吉塔好不容易凝聚的力量也白费了。然后两人就来到地上，为了照顾贝吉塔的自尊心，悟空说自己在地府已经拼尽全力修炼了，但却打了个平手。由此可见，贝吉塔绝对做了比悟空更多的修炼。贝吉塔说自己确实比悟空更用功，但是在修炼这方面，悟空永远强那么一点。在悟空对战野哥的时候，贝吉塔就知道自己永远也追不上他。那一下可是狠狠刺激到了王子的自尊心，想起武道会上的四部比奇战力暴涨，于是从那一刻起，他就下定决心受巴比迪的控制，让巴比迪给自己加个 buff， 这样就能弥补与悟空之间的差距。悟空也没想到贝吉塔的自尊心这么高，居然甘心被巴比迪控制。虽然贝吉塔也不喜欢这个方法，但是他想变回曾经那个杀人如麻的赛亚人王子，这样就能没有任何负担的彻底跟悟空打一场。但是在地球生活的日子却不知不觉的受到其他人的影响，性格越来越温顺，还慢慢喜欢上了有家人的感觉，于是才享受巴比迪控制，变回一个恶人。魔人布欧终于要复活了，巨蛋下方喷出大量的气体，巴比迪高兴的飞起，界王神彻底绷不住，立马叫悟饭一起跑路。悟饭说你不要老是蛊惑军心，不管他们的话，魔人布欧就真的复活了。界王神说魔人布欧屌得要死，你再屌也打不过他，因为界王神认为这个世上没有人能打败他，留在这里只会死，于是催促着悟饭快点逃。但悟饭决定用尽所有的力量拼死一战，随后开始爆气，爆发出全部力量，反派都看呆了。悟饭在手中凝聚能量，随后朝巨蛋发出一发气功波，达普拉立马带着巴比迪躲开，气功波正中巨蛋，巨蛋原地晃了几下，下方继续喷出大量气体。没想到这巨蛋这么硬，悟饭便再次凝聚能量，继续朝着巨蛋全力输出。地球也因此发生了大地震，各种飞禽走兽感知到了危险，也逃离了家园。而悟饭还在持续输出，达普拉看不下去了，想去阻止悟饭，却被巴比迪拦下。巴比迪觉得悟饭的攻击对魔人波造成不了什么影响，但悟饭突然爆发，激起剧烈的爆炸，将巨蛋给炸飞到天上，所有人都懵逼了。悟饭突然再来一发，正中巨蛋，巨蛋在落地后从中喷出大量粉色气体，然后就裂成两半。界王神吓坏了，魔人布欧要出来了，但是弹壳中却什么都没有，所有人看懵逼了。巴比迪不愿相信眼前的场景，自己费了半天竟什么都搞不到，还在叫魔人布欧快点出来。这时界王神就神气了起来，说魔人布欧在悟饭刚才的攻击下已经彻底化为灰烬，不然就是在长期的沉睡中变成干尸。巴比迪彻底怀疑人生，达普拉就表示有我在不用怕。界王神接着就跟悟饭说你生气的时候到了，快把达普拉和巴比迪解决掉。但这时悟饭一脸恐慌，他感觉到了一股超强的气，抬头一看，之前从巨蛋里喷出来的烟雾在空中凝聚在一起，随后不断进行压缩，慢慢化成人形，很快粉胖子小月月布欧出场。粉胖子落地后憨憨地看着四周，随后就坐下热身运动舒展一下筋骨。悟饭看到布欧后就说虽然布欧的气势很强大，但感觉没什么实力。界王神听到后又要飘了，悟饭表示只要我认真一点，魔人布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憨憨的粉胖子终于来了，只见他摇摇晃晃地来到悟饭和界王神面前，仔细端详着眼前的两人，然后一个后空翻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瞬间地动山摇，又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。不得不说这胖子还挺灵活，布欧又是一个后空翻落地后好不容易站住了脚，随后就开心地拍起了手。看着眼前有点像三岁小孩的粉胖子，巴比迪一脸懵逼。此时悟空和贝吉塔还在用额头贴贴，差点就亲在一起，随后一起放开手开始体术对决。贝吉塔瞅准时机一脚撂倒悟空，悟空立马反应过来躲过了贝吉塔的进攻，从天而降抱拳给了贝吉塔一个重
重击，紧接一脚踢过去，却被吉塔抓住脚摔在地上。悟空又接连躲过被吉塔的攻击，趁机一脚将被吉塔绊倒。两人调整身姿后又上去互殴狼牙风风拳，拉开身位后被吉塔立马朝着悟空打出王子战法。悟空一顿蛇皮走位躲过攻击，眼看悟空来到面前，被吉塔立马跳起，然后甩出一发超强气弹，激起滚滚浓烟，烟雾散去后地上顿时出现一个大坑。根据有烟无伤定律，悟空屁事没有，此时两人已经精疲力尽，被吉塔还想继续打，悟空却突然叫了暂停，他感受到了一股很强的气，看样子魔人布欧出来了。被吉塔仔细感受之后哈哈大笑，觉得魔人布欧也是个菜逼，之前听到界王神一直吹魔人布欧是多么牛逼，被吉塔早就知道魔人布欧不咋地。魔人布欧放在以前确实有点牛逼，但现在的两人的实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，魔人布欧不足挂齿。然而悟空觉得没那么简单，被吉塔不管那么多，只想继续打。这时巴比迪就上去告诉布欧自己是比比迪的儿子，想让布欧臣服于自己，但布欧鸟都不鸟，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，还做个鬼脸把巴比迪吓一跳。眼看诡计得逞，波欧非常开心。达普拉见状以为波欧复活失败，出来的只是个没脑筋没力量的白痴，听到自己被叫白痴，波欧表示自己生气了，然后就跳了段大神。悟饭看到后也觉得波欧复活失败，但界王神表示这就是魔人布欧。没想到超二悟饭和魔界之王在布欧面前居然撑不过一个回合，本来重见天日的粉胖子只想好好的尬舞，但却遭到达普拉的侮辱，粉胖子瞬间化身高压锅，全身的毛孔都喷出大量蒸汽，露出眼睛，瞬间一手插瞎达普拉双眼，毕竟眯眯眼都是狠角色。看到达普拉痛苦不堪，粉胖子开心的飞起来到达普拉身后，一脚将他踢飞了几百米，堂堂魔界之王居然毫无还手之力，粉胖子还高兴地为自己鼓掌。巴比迪如获珍宝，悟饭差点被吓尿了。粉胖子在出手的瞬间气息迅速暴涨，在半路的悟天和小特也感受到这股气息，随即朝那边飞去。悟空这时跟贝吉塔说现在不是干架的时候，布欧的气息突然暴涨，但贝吉塔只关心两人之间的胜负，悟空就把布马和小特搬出来，如果放着魔人布欧不管的话，他们可能就活不下去。内心些许动摇的贝吉塔依旧嘴硬，暴怒的对悟空不断进攻，表示自己已经将灵魂出卖给巴比迪，其他人都不关他的事。而悟空接住贝吉塔的拳头，一拳将他打倒在地。看到悟空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贝吉塔就说先解决掉魔人布欧再说，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，随即跟悟空要颗仙豆。在悟空掏仙豆的时候，贝吉塔在后方抱拳偷袭，将悟空给打晕了过去，然后贝吉塔就吃下仙豆，毕竟魔人布欧是因为自己才放出来的，那就由自己解决掉。此时的巴比迪还想让粉胖子臣服自己，但粉胖子的回应依旧不变，你以为你是人皇撒旦吗？巴比迪就已将粉胖子再次封印威胁他。粉胖子听到后秒变乖孩子，对着巴比迪马首是瞻。悟饭觉得粉胖子就是个三岁小孩，只要把巴比迪灭了，那他可能就不会为非作歹了。界王神却说把巴比迪灭了的话，那就没人能封印他了，等巴比迪不能使唤他的时候，就会将他再次封印起来，现在的我们逃不出波欧的魔掌，只能等死。这时巴比迪就命令粉胖子把悟饭两人杀了，悟饭就立马拉着界王神开始跑路，他对自己的速度还是很有自信的。这时粉胖子就做出气跑姿势，突然一飞冲天，瞬间冲到悟饭面前，趁着悟饭被吓傻了，直接一巴掌将悟饭重重拍在地上。那接下来菜鸡界王神该怎么办呢？他绝对是动漫中最强的眯眯眼，当他露出眼睛的时候就表示大事不好了。独自面对粉胖子的界王神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，看了下被打残的悟饭，界王神立马一个空气炮打向粉胖子，吃了这一招的粉胖子只是抖了抖自己的身体。在界王神震惊的眼神中，粉胖子露出自己的眼睛，两个巴掌下去给界王神来了个瘦脸服务，然后重重一拳下去将界王神锤在地上。趁着粉胖子还在跳舞，界王神这时候又冲到粉胖子面前，贴脸凝聚出一发气弹，让粉胖子吃满了伤害，但粉胖子只是被推开了一点，一滴血没掉，然后一个铁头功过去，狠狠将界王神撞了下去。悟饭看着界王神被揍，立马暴气，撑开所有巨石，心里感叹到这界王神比他还肉。悟饭被打了一下就差点废了，但界王神被打了好几下还能有点输出。这时粉胖子就来到界王神面前，面对步步紧逼的粉胖子，界王神突然就露出一个犀利的眼神，差点就将粉胖子给掀飞了出去。粉胖子松了一口气，表示啥事没有。界王神看懵逼了，立马摆出战斗状态，粉胖子也跟着摆出一样的姿势，随后步步紧逼，露出同样一个眼神，但威力就大不相同嘛，直接将界王神轰出去几百米，还打中了巴比迪，然后巴比迪就将界王神踩在脚下发出嘲讽。突然粉胖子从天而降，一个泰山压饼干直接将界王神给做成了残废，这下是彻底站不起来了。巴比迪为了减轻界王神的痛苦，就打算送他上西天，这时悟饭突然飞过来一脚将粉胖子踢飞了出去，巴比迪也识相的跑开了。而被踢开的粉胖子啥事没有，一个无敌风火轮原路赶回来，然后让自己塌了的脸重新变得胖嘟嘟，眯眯眼又露出了眼睛。悟饭还想拼死一搏，
粉胖子立马发出一个强大的气功波，直接将悟饭轰飞了出去。眼看悟饭难逃一死，界王神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一个眼神消除了气功波，这才救下了悟饭，而界王神也因力竭晕死了过去，悟饭也生死不明。然后巴比迪就感谢了一下界王神，如果不是他这个坑逼，那魔人布欧也没那么快复活，这下是真的要报杀父之仇了。但界王神突然皱了一下眉头，巴比迪就立马怂了，让粉胖子来杀死界王神，而粉胖子刚好饿了，于是就打算把界王神吃掉。正当想出手的时候，粉胖子的肚子突然被一柄长矛贯穿。当界王神和悟饭落败后，达普拉成了地球最后一道防线，从背后一枪贯穿了魔人布欧的身体。此时小特务天也来到现场，随即变回原形躲在山上观摩起来。为了更好的看到魔人，梁小智一路匍匐前进，但是没看到自己认识的人，只看到巴比迪对达普拉一顿臭骂，两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突然悟天看到旁边的山上有什么东西，于是两人变化身攀岩高手，来到旁边一看，竟是一比一还原的比克石像，然后两人就好奇的对石像仔细观摩，随后又发现了克林的石像，而小特一拳过去就将石化的比克给搞成碎片，还好发出的声响没有吸引到巴比迪等人。此时的达普拉告诉巴比迪，粉胖子不会效忠于他的，总有一天一定会反水的，到时候巴比迪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必须趁现在解决掉他。但巴比迪啥都不听，早就将粉胖子当作心肝宝贝，不允许达普拉说粉胖子的坏话，能这么维护粉胖子的除了撒旦也就只有巴比迪了。这时粉胖子却把肚子上的长矛给拔出来，然后就扔一边去，肚子上的洞也瞬间复原，达普拉被吓傻了。巴比迪感叹道，不愧是自己老爹留下来的遗产。此时的贝吉塔想着把飞船的入口打坏，然后尽快到粉胖子那，然后又感觉到悟饭的气已经消失了。贝吉塔满脸歉意地看了下倒在地上的悟空，而粉胖子看到达普拉影响自己吃东西，就打算把达普拉吃了，随后就化身基纽特战队的小迷弟，然后就蹦蹦跳跳地朝着达普拉接近。巴比迪看到粉胖子复活了，也就不管达普拉的死活了。达普拉面对步步紧逼的粉胖子，立马一套狼牙风风拳疯狂输出，把粉胖子都打变形了，然后一脚踢飞，再来到身后一脚将水桶腰踢成小蛮腰，再抱拳重重砸向地面。巴比迪心疼死了，达普拉也觉得粉胖子受到如此重击必定已经残血。突然粉胖子从乱石之中冲出来，身上的伤已经恢复如初，还能活蹦乱跳。看到这一幕的达普拉身上泛出红光，快速提升自身的气息，随后飞到空中，然后在手中凝聚能量，朝着粉胖子发出枪林弹雨般的气弹，扬起大量烟尘。正所谓有烟无伤，达普拉打出这一发后已经精疲力尽，但粉胖子蹦蹦跳跳地从烟中出来，身上连衣服都没脏。达普拉不信邪，冲过去朝着粉胖子吐出两口千年老痰。粉胖子两个后空翻躲过化学攻击，然后用触角发出魔法射线，将达普拉变成一块饼干，随后直接将饼干吃进嘴里，两三口就把达普拉咽进肚里。一旁的梁小智看到这一幕直接看呆了，而随着达普拉的死去，克林也变回了原样。